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大夫的长月。一点灵犀惊动尘缘，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，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前面39集都是先导片，正片才刚要开始呢。你不是想让我来吗？我们已经来了，快放了我的族人和我的朋友。早知如此，你又何必兜这么大的圈子呢？闭嘴，臭驴！我今天就要为青梦战了报仇。你不就是想要得到实质要性的力量吗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与这些也无关。这一次我们不会再逃了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们逃了，给我上！Look!
苗里，他怎么了？他吸收了十字妖星的力量，夜蛾重现吗？你们都是妖，都得死！！受宿命之苦了，可以吗？我真的特别特别的爱你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因为我爱你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所以我要承担这一切。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希望可以一直跟你们在一起。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
时间常带来许多我们难以面对的现实。时间走远，生活却留在原地。至于白龙嘛，他现在是龙族的新任族长，他对汪兰还是一往情深。苗里失踪后，汪兰把涂山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一无所获。后来他就留了下来，有人说他是替离去的千峰承担起了狐族的责任，但我始终记得他对我讲，当你和某人走散，最笨却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留在原地等他回来。狐狸当然还是活蹦乱跳的，好消息是他终于不会和我斗嘴了，坏消息是现在的狐狸有点过于活蹦乱跳。师叔，看看，生活就这样继续。向涂山尽头道一消失的那片云雾，然而他却再也没有等到道一，没有人知道道一去了哪里，世间只留下了九尾与道一的爱情传说。碧溪网络电台学院传说桃花源，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，祝大家午休愉快，我是小桃，下次再见。完事了，吃饭去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你还有脸来找我？你知道我早上在食堂等了你多久吗？哎，我错了，我今天早上真的没有起来，那个闹钟铃上错了。是上错铃还是因为通宵玩游戏啊？我昨天晚上给你打完电话我就睡了。是吗？嗯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条朋友圈里照片上的人是谁啊？真巧啊，这个人跟我长得还挺像。这不就是你？还不承认？我承认，昨天晚上是那个工会有活动，没有忍住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眼线可多着呢，以后背着我干坏事，先把狐狸尾巴藏好了。嗯，那现在能消消气了吗？那要看你请我吃什么了。Please。想想吃啥？你猜啊。我不猜。你这买了什么呀？我买了个钱包送给他。哎，白狼，小姐，你等我一下。强人没出系列二吧，我先去食堂了。好，白狼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谢谢，不用了，弟弟再见。哎，白狼。你们说什么啊？什么叫绝情？我白龙是个负责任的人，合理的拒绝学姐，啊，不该暧昧。你们思想就不能像我一样纯洁吗？耀明，耀明，白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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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姐，那球还帅吗？80分吧。
80分你都说得出口，能不能给点爱的鼓励啊？能呀，但我怕你太嘚瑟了。嘚瑟？你呀、啊、你，傲娇。我知道你心里啊，是特别特别的想要夸我是吧？啊？看啊！如果好看的话，大家站到台上去看吧。我是汪社长。这都该放学了，你怎么又拖堂啊？白同学，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训练呢？我这叫打扰吗？我这叫慰问。你看这大热天的啊，这同学一个个多辛苦，不如跟我去吹吹风，吃吃饭。要吃你自己吃，我还得训练呢。我可以陪你训练，对不对？好呀，我陪你。来来来来，好，饶命饶命，疼疼疼疼疼！放开他。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放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，谁不年轻？失意的我，那么等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路上长，长相望，长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前路弯弯航，天光短，长相望，长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路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。前路。